今日講下點樣咧賺嗰個 ice 咯。咁佢每一日咧11點就可以有個機會啊，咁開一個鐘頭到就可以去攞個特別獎賞，未必日日有。同埋咧，你就要撳呢個掣，咁你就要下邊呢一個掣，咁佢有應該有4種顏色嘅叫做。咁藍色係正常啦，咁呢個我除咗呢個掣，藍色正常咁你要撳。咁如果你見到個掣係藍色咧，就正常啦。下邊呢個掣，咁咧就要撳啦。如果佢就佢有陣時係綠色啦，有陣時會係呢個色應該橙色啦。咁橙色你要再撳，佢係一個24小時嘅獎賞。你撳佢咧，就加翻你個數咧，去翻24小時。咁你要識得撳咯，呢個就。如果佢就嚟夠鐘咧，就會轉咗紅；就嚟夠鐘咧，就會轉咗紅色嘅。嗱，你呢個就要識撳咯，你要撳實佢，跟住再撳。嗱，咁就得咗啦。又撳2下，咁佢變翻綠色啦，正常。如果佢藍色就因為你未撳咯，如果紅色就夠鐘，所以就要分清楚啲，因為呢有4隻顏色。咁佢就呢、這個好啦，咁佢就唔使你咁夜撳咯，ice 個好處。咁佢就有咁樣橙色就變咗咧，就24小時去撳。咁好抵，咁我因為我就抵押咗俾佢5年後先攞咧，所以就可以有咁多錢咯。所以啲嘢特別留意，你可以自己撳入去揀呢度揀咯，撳就同意。因為始終我都唔係話太，我係打8月7號到先玩，所以晏咗成個月咧，所以就要玩得快少少個策略。佢應該7月7號應該公開可以攞咯，咁就佢仲有之前有幾個階段就再攞更多，所以我睇啲人可以攞到好多。而家最近都多翻人玩咯，之前最低都100萬或者就200萬玩就睇住。前面啲人都應該有轉緊，都係玩緊啲，一啲人快咧有好多個份。咁而家香港都係慢慢增長咯，差唔多1日100個人到啦，就唔係太快，都玩下都好嗰陣時。如果真係可以用，就更加之好啊！有時你當係一個熱身咯，始終呢只幣就。就個可能性就低少少，都唔緊要，你咪當試下睇點樣玩啊嘛。其實對你個點樣去理財啊，或者啲都有幫助嘅。我幾時賺咗幾多錢咁啦？咁我睇其他幣啊都咁，其他幣有個可信性就好高咯。就要佢會一路減，已經再進一步減咗。咁我睇到個 base 嗰度咧，去到101啦，0.0101，因為少咗，佢一路會減，所有嘢難攞。佢最終去到佢夠用户咧，好多用户咧，佢應該以差唔多去到1個億嘅數字用户咧，咁佢就唔再派錢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就照使。就佢呢個第一日，我都係抵押咗佢。佢哋3年之後攞，所以都有個呢一個項目可以加彈，可以撳啊，或抵押咁佢就2日到就同你做咗呢個加速。堅持玩咧，儘量爭取多錢咯。就個 refill 就每一個就係0.25，所以佢有個一咁啊一個 refill 啦，咁佢有1.25呢個數啊。如果係親戚朋友呢、這個就有好機會去增大啦。就去咗嗰個叫NODE bonus 就，如果喺電腦嗰度就對個密碼，不過你一直跟足佢指示咯，你可以撳去教你整。不過呢個一定要係識得整先整咯。咁佢指定個網址喺佢嗰個官方嗰度 download 一個程式，喺電腦嗰度仲要再配對埋咁樣嘅。咁就可能佢可以同你可以用多啲資源去儲咯。
不一定可以搞錯，任何呢啲錯咧都會冇曬嗰啲 con 噶。一隻 con 一集都有食$40。啊！睇下呢只咯，呢只我就呢只喺香港就好少人玩。呢只遊戲幣，我諗喺度玩遊戲賺 con 咁。但佢都係零點零幾嘅市值咯，或者佢可能就有限，就未必會咁多人玩。最先佢就唔係話咁好出，佢都有咗好多年嘅都，一派剩1億個幣，1億065萬幣。咁佢就咁樣玩，咁其實呢只就比較傳統，佢傳統就係咁樣撳。就每30分鐘或者每最快可以每5分鐘啦，因為呢只就係就30分鐘，以前就係咁樣撳，比特幣都咁樣撳，咁即係話你可以有個幣，睇廣告就有3倍咯。次次都唔同啦，叫佢刪咗個廣告就得嘅。啊，咁佢睇廣告成3倍咁樣，即係佢就下一個30分鐘就撳。不過呢個幣咧就比較麻煩啲，就24小時都要去撳一次，就佢唔同佢唔可以改到時間。頭先 icon 嗰個概念咧，佢撳橙色就得啦，咁可以改時間撳。佢又冇咁，一定要等到好嘢先撳得，所以最少晏晝或者日頭開始撳咯。咁啲生日幣嗰個連結都真係俾埋你，係嗰啲 referral 嗰啲。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咧，就真係可以參加啦。